还多少？1200。服务窗口全面开启，工作人员忙得焦头烂额，因为赶在农历春节前来借还金的信众实在太多。啊，你排队想几号呢？我们待会会叫名字。竹山紫南宫统计，2023年借金4亿元，还金更多达7亿元，单笔最高金额为150万。可能是景气问题哈，但是10万、20万的很多了啊，但最多的是一个是150万。他那个是也是年轻人呐，我感觉他应该是做电子业的。信众说，来向土地公借金已经列为每年需完成的清单之一。应该超过10次了，超过10次了，这几乎每年都会来借就对了。借了之后就会一直持续啊。跟公司一起来。跟公司一起来啊，借了多少金额呢？500。紫南宫表示，借金可以用来祈求事业、工作或家庭顺利，想祈求开运招财的同时，还是得量力而为，心意才最重要。三立新闻吴坤宇南投报道。